我大概上大学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我的自拍照好像在网络上传，哇塞！但是我觉得钟丽缇挺漂亮的，我觉得我刚刚没有很像吧？没有，你超越。对，那是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是18、19岁啊？没有啊，这张大概是一两年前的时候。欢迎凯莉。哇，凯莉，凯莉漂亮！哎呦，哎呦，哎呦！凯琳，哎，凯琳怎么站成这样？怎么回事？这样站的稀哦。衣服不是衣服可以吗？衣服可以，超性感的。哇，你很美式哎，太厉害了。请自我介绍，请问您身高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琳，我身高170公分，体重要吗？体重没关系，体重没关系，很瘦。那你的三围是？34、25、35。OK， 那请问你的星座可以讲？可以啊，我是牡羊座。敢爱敢恨，牡羊座义气，牡羊座对朋友很好，对不对？那今天您追求的女神的对象是哪一位？我心目中一直有一个女神，她叫做张钧甯，我一直很喜欢她。小宁嘛，对。啊！你们就是小，所以我说你永远不会变瘦哦。就是我们男生看她哈，就觉得她就是真的是。气质如仙女，是哎，连女孩子都这样想。对对，真的。而且她讲话好文静。对啊，讲话声音好柔。对。没有啦，害羞，慢熟。有啦，其实你一整个这种散发出来的气质，已经到仙女。哎，已经差不多一半以上，张钧甯有了。你好像从那个上面飘下来，真的，不是鬼吗？下到凡间，很脱俗啦，脱俗清新，女神女神。那你是混血儿吗？哦，我不是，我不是，我小时候是出生在美国，但是我小时候比较常被误认为是混血儿了，因为皮肤比较白啊，是，但是我觉得我越长大越像东方脸，可是你讲话声音还是有一些样腔样调，有一点，没有啦，老外腔，因为我小时候是住美国，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对，那怎么回来念书会不会比较累啊？会耶，我觉得因为台湾的上学教育跟美国比较。有差蛮多的，其实啊，差蛮多的，像是台湾就比较快乐，然后美国比较严格嘛。对对对，没有啦，因为在美国的时候，我其实我小时候一直非常喜欢数学哦对，我是觉得是一个数学神童，我很多朋友都是印度小孩，就我们数学都超好的，然后回台湾以后发现我是数学白痴。对，不好意思，数学很厉害吗？台湾数学很厉害，其实真的很厉害，超前很多哎。开玩笑，以我这个程度，我到那边没有第六名，有第七名。哎呦，因为全校你程度很烂，对啊。哦，就是到了，不是因为他们的模，他们的模式跟我们的算法不太一样，两个国家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嘛。对，对不对？哎，外国人背不背99乘法表？背啊，也背，背吗？那我们可以考考你吗？你背得熟吗？我当然可以。来，那我考考你啊。37、21。哎呦，55、25。56、30。答错。56不能亡啊！57。为什么56不能亡？你觉得应该要超过？哎，我真的再次确定，你永远不可能成为。那57呢？57。35。错，57。这个大声。啊，我讲，因为你讲他听不懂，完全听不懂，你要解释，不是我们就听得懂，那就是58、58度高粱酒啊 ，pass 换你。啊，59嘞？哦，45。错，59420，我就是爱你。哎，不行，可以啊，笑了，没跟他笑了吧？最烂的，天哪，超烂的，超烂，他讲超烂的。哎，你会不会告诉你美国的朋友说台湾有两个超烂的？拜托，不会了。我问你说。像钟丽缇，哎呦，丽缇爆红是不是？哦，那时候是因为我大概上大学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我的自拍照好像在网络上传，哇塞！但是我觉得钟丽缇挺漂亮的，我觉得我刚刚没有很像吧？没有，你超越。对呀，我觉得照片没有。我觉得没有，你本人比照片好看，我觉得。对呀，因为这张其实很久了，这是18、19岁的时候。你18、19岁就长这样？对啊，这时候比较青涩哎，我现在已经22了。18、19岁怎么长那么丑？好山好水。哇塞！哇，你18、19，我现在22啊，因为已经过了3年、4年了吧？那时候男生看到你应该立刻死掉，对不对？没有了。对，立刻脱水。是啊，而且你18、19岁在台湾嘛？
对啊，这时候这张是跟爸妈出国度假的时候自拍，嗯啊，哦，这就是那这应该不是台湾了，哇塞，对，那是去马来西亚的时候，这是18、19岁啊，没有啊，这张大概是一两年前的时候。缺哥有必要眼睛眯成这样看吗？不是因为看不清楚，老了是吧？这我是我，不是那个男生应该不太敢追你吧？嗯，还好吧，嗯。因为看你这么正，他们一定要有相当的条件。有有有，而且做主要是他高，嗯，他高，男生只要现场如果说敢追他的，请举手。哇，男生会真的很想。你举手啊，你举手啊。举啊，不是我，可以，就是可以，不是啦，我是说大家应该，我就是要把你引出来。你这只小狗，我也看到了。你昨天晚上你赖他。好，认识很久了是吗？说你是今天的主持人，不是啊？不要脸！好，先这样。他有赖我，还是说还有赖谁？是他赖你先上我们的节目，然后说哦对啊，是我们的节目啊。他说哎啊，所以那你会在吗？我说当然啦，我是主持人哎。你们本来就认识，对了，是因为我18、19岁认识他，怎么认识他？你在那个时候认识他？哇，天哪，其实也蛮久的，认识七年，没有，因为他那时候是来上我跟熊熊主持的一个节目，对，酷奇网络节目，对，对对对对对，同时有熊熊，有真的，你真的是不敢追哦。那时候对啊，而且那时候应该在那时候18、19岁，那怎么样？没有，就感觉刚成年，年龄在爱情里面是不。没有任何问题，他没有不敢追，要不然怎么会留了赖了呢？哦，而且刚刚你看，原来是我讲错了，不是不敢追，是追不到。没有，而且重点是我没有联络方式，之后他就又出国了。你为什么？你耳朵怎么的？整个红啊，对啊，怎么正常吗？冬天啊，耳朵能穿薄鞋，冬季过敏。他如果喜欢一个女生，他耳朵就会红。耳朵直接充血，不可能，会害羞，会害羞。而且只有充左边，对他都会这样。你不是凯莉，你的兴趣是卡通人物，模仿他们的声音啊。啊，对啦，这因为我喜欢看卡通。你长相，你模仿卡通，而且你哎，其实大家觉得蛮像的，落差也太大，不敢说，怕你们叫我模仿。你是用中文模仿英文模仿？中文模仿啊，就是看，因为我很喜欢。请问英文怎么模仿蜡笔小新？也是哈，是不是？蜡笔小新，咕噜你都会啊？没有，这太夸张。你会咕噜？这太夸张了。咕噜来讲，咕噜。你 my precious， 你这不是声音，你是长得像。哎，完全诠释 master， 我真好想看到你剃光头那一天。我一定叫你咕噜，你去剃光头，头上刺一个咕噜这样。谁会这样？这演员太没有存在感了。那蜡笔小新，蜡笔小新会，还有皮卡丘也蛮像。哎呦，来来来，皮卡丘，蜡笔小新。等一下，先来蜡笔，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妈妈，演员新制作一家出局。不是你这是什么样的兴趣？你长这样为什么？这是什么？不是真的很像啊，就真的蛮像。玩笑玩笑玩笑，这个神韵抓的。小葵，我做哥哥。小白，哎，蛮像。对呀对呀，蛮有样子。你是邪，你是邪心底。我对，我想听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比较可爱。皮卡丘，气。贝壳贝壳贝壳。哎呦，有哎，就10万伏特的时候，是是是，对对对对对，10万伏特。因为你知道皮卡丘在这个现在这一代小孩子成长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对对对。今天谢谢你来玩，请坐，谢谢，谢谢，谢谢。成立了吧？可以可以哦，第一位就这么猛哦。啊，等一下，我忘记问你了，你喜欢演戏吗？哎，我不知道，我没有尝试过。如果没有尝试过，如果你要演戏的话，你愿意吗？我没有影帝哦，在场有影帝哦。真的吗？嗯。你是哦，不可能，对，从比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影帝都是属于老一点。谢谢，请坐，谢谢。